多于四为陀，按心称吠陀，外道也。大极世界，多极为人对峙，甚极第一义，曰教是大多胜者，大人所敬等，是三藏中是耳。大者，大力罗汉所敬也；多者，便知生灭及无生灭法也；胜者，胜三藏四门也，此通教是也。又大者，体法大力罗汉所敬也；多者，恒沙佛法皆知也；胜者，胜二圣人，此别教是也。又大者，诸大菩萨所敬也；多者，法界不可量法悉知也；胜者，胜诸菩萨也，此圆教是也。本记者，此诸大德，九位诸佛之所资皆，本得胜状三昧，超诸外道先已成就种智辨之，既来辅佛行化，是作爱见中大多胜，欲引汝入牢；又作三藏中大多胜，欲引牢入深苏；是方等中大多胜，欲引深苏入熟苏；是作转教般若中大多胜，欲引熟苏入醍醐，故作法华中大多胜也。然其本地大多胜久矣。观心者，空观未大，假观未多，中观未胜，又执就中观，心性广博，犹若虚空，故名大。双遮二边，入寂灭海，故名胜。双照二地，多所含容，一心一切心，故名多也。比丘者，含故摩破厄起世三义，摩勒生死，此人出家，复化于人俱离三界，乖于摩意，摩用力智，翻倍不复，但愁惧而已，故名不磨。出家人必破身口七恶，故言破恶。夫在家，三种如法养命：一田，二商，三世。出家人，佛不许此，唯起自济，身安道存，福利坛悦，故名起世。三义相成，即比丘义也。不磨即世界，起世即为人，破恶即对治，出界即第一义，出受戒修定修慧，已有破恶不磨起世三义。非独后心，依经家，皆叹后心比丘耳。此皆三藏义。若力圆求真名起事，破障理之或名破恶，修此行不似魔，即通教义。若力三地求理名起事，除通别或名破恶，不八魔十魔者，即别义。若即生死求实相位，名起世，达烦恼及菩提，名破厄。魔界及佛界者，是圆教义。
若未发迹，但明前二意，若亦显本，具后意也。本迹者，本登涅盘山顶，与无名痴爱父母结业妻子别，初分断变一家，久除无助，何恶不破，或真法喜，如实如迷，更摩所需，持中道道共施波罗蜜摄众生界，摩界降伏，即佛界如堪任成欲，本地功德久已成就，为调伏众生，即是五位比丘传以众生，例如前世观心者，观一念心，静若虚空，不为二边桎梏所碍，平等大会，无住无者，即名出家，以中观自资，活法身慧命，名起事，观无住烦恼即是菩提，名破恶，一切诸边颠倒，无非中道，即是不魔。中观既然，空假即以次不次等，对教可见。众者，梵语僧家，此番何何众？一人、二人、三人，皆不明僧；四人以上，乃名为僧。是何无别众？法何无别理？佛常与千二百五十人聚，诸经或多少不定，是论名四种僧，不依净命，名破戒僧，不解法律，名愚痴僧，五方便，名惭愧僧，苦法忍去，名真实僧，此中但真实僧也。四念，四善根，名无方便，众和合，世界也。佛常语，为人也，生物善故，是论下，对治也，见恶人故，此中下，第一义也，在真实故。若依四教者，此僧立偏远无位坐，坐同文人，今正是原教中正信也。本记者，本与实相理合，又与法界众生机缘合，而既未犯自是理之僧，立五位中，引诸众生观心者，初学中观，入相四位，即位八真，禅第一一天，愧诸圣人，即是有修僧，观慧若发，即真实僧。若依此者，即前两僧，不依观行，名破戒僧；不解观相，名愚痴僧。举类尽，名数者，即是一万二千人也，数亿世界也。闻数生善，为人也，破恶入真，准力可见。不论约教者，教别数同，故无异事。若随数生解即是教书。问：凡诸列众即得道者，何故其数必全无缺耶？答：
答：大论是大数五千分中云，若过若减，皆存大数。本记者，本是一万二千菩萨，即为万二千声闻也。观心者，观十二入，一入具十法界，一界又十界，即百界，一界各十如是，即千如，一入即千如，十二入即万二千法门也。根二名为探得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，逮得己力，尽诸有劫，心得自在。阿罗汉是名为诸漏下是探得也。阿罗汉或翻译真，或翻真人，或翻无者，不生应功，或言无翻，而含三义，亦无生义，不受后有故，二杀贼义，断尽见思故，三应功义，堪为福田故，此藏通二教义耳。若别远者，非但杀贼，亦杀不贼。不贼者，涅槃事，是亦虚破。故是杀贼易，言不贼者，由从二圣的名。若于远别，上名为贼，是故须杀。不生于身，亦不生不生，无漏是不生，取无畏证，生于界外，不生是生，故不令生。非但应功，亦是共应，功彼所应，名为共应。如佛化为道人，诵功于阿兰若比丘等，皆叹别出的原初住以上得也。本记者，本的不受三昧于二边摩索者，故名不生，断无住惑，故名杀贼，能服九道，饶益众生，故名应功，方便度众生力五位传传作不生杀贼应功，皆记也。又本是法身，既是己力，本是般若，既是不生，本是解脱，既是杀贼，本是平等大会，无破不破，方能是记诸教不生，本正解脱，无贼不贼，方能是记诸未杀贼，本得法身，非应不应，方能是记未应功耳。观心者，空观是般若，假观是解脱，中观是法身，又从假入空观，亦有三义，乃至中道观，杀无明贼，不生二边心，供养此人，如供养世尊，方等经云，供佛及文殊，不如施行方等者一时冲屈，此经云。毁赞佛，罪福有轻；毁赞持经者，罪福甚重。何以故？佛无实相，九迷八风，
不畏损益，失持经者，全肉身，续报命，身法身，增慧命，故有益。悔之忧恼退灰，若失好时，则不可救，故大损也。诸漏已尽无复烦恼两句。叹杀贼得漏，即三漏也，逮得几例句。叹应功德，三界因果，皆名为他，至断功德，皆名几例，几例具足，故成应功，尽诸有劫心得自在两句。叹不生得诸有，即二十五有生处劫，即二十五有生因，心自在，则慧必自在，定慧具足，乃具解脱人也。本记者，不生不生，名大涅槃，烦恼漏流，其缘九劫，不复堕落二圣及凡夫地，即本不生，法身至断时相功德，名本几力的王三昧，破二十五有，显出我性，具八自在，名本杀贼，即是二圣功德耳。观心者，中道正观，不漏落空假二边，二边烦恼业也，能观心性，名为上定。依诸密藏，是己之物，即己利也。正观中道，劫贼则断，无劫，故有一断。二边不能复心，故心自在，虽有烦恼，如无烦恼，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即其意也。根三列名总结，其名曰阿若交成如摩诃迦叶，优楼频罗迦叶，迦耶迦叶，那提迦叶，舍利弗，大目犍连，摩诃迦旃延，阿少邪现勉楼陀，结宾那，交梵波提，离婆多，毗邻迦婆娑，薄居罗，摩诃居止罗，难陀，孙陀罗难陀，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，须菩提，阿难。罗侯罗，如是众所知是大阿罗汉等。阿若夏，是列名。如是下，是总结也。列名略举二十亿尊者，佛诸弟子，皆被众行，而以其缘能，各从一德标名。欲引便好故耳，灵交成如性也。此番火气，婆罗门种，其先是火，从此命足。火有二意，照也，烧也。照则暗不生。